回到 PMC Home News， 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新闻主播李达宏，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今日的新闻焦点。明天下午3:30，在鹿郊市有青少年团契，邀请所有的青少年人踊跃参加。教会历史概论目前只有8人参加报名，若人数不达标，将会取消。还没报名的弟兄姐妹们，赶快行动啦！今年的宣教大会将以 Church Game 的方式进行。Church Game 是透过模拟游戏的方式，让信徒们实现体验一间教会的成长与衰微。报名费只需50令吉，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可向各组长报名。超级无敌劲爆的大好消息来了，创作才子汤小康在2个星期后即将来到我们宣道堂做青少年布道会，大家动起来吧，把社区的朋友都邀请过来，让他们有机会听见福音，把爱存在他们的心里。人缠什么人就变什么人，那一种烂朋友啊，少一点认识。可以不要再做代币的女儿，你不要脸了，不要脸了。就是那位平凡的爸爸，你是为我们爱存在，由著名音乐人汤小康执导，2届金像奖最佳男配角廖启智主演，还有本地演员和卡斯助阵。更厉害的是，剧中重要的一幕还是在宣道堂拍摄的呢，你怎么能错过呢？一张票售价为10令吉，共2个人入场，可向各组长购买。真是帮我找出名，站着。还记得你说的第一句话是叫他爸爸。人世间最伟大的爱，莫过于父母亲的爱。休息片刻，让我们进一段广告。弟兄姐妹们，你知道吗？参加追思礼拜和出殡礼拜是一个很直接式的关怀工作。所谓与哀哭的人同哭，与喜乐的人同乐。我们的到来带给三家家属极大的安慰与鼓励。在此，我呼吁大家一起的来参加追思礼拜和出殡礼拜。我们大家一起挪出1小时多的时间，不分彼此，不看环境，一起的来参加追思礼拜和出殡礼拜。网络流传一段非常红的影片 PPAP， 简单又轻快的曲风获得大众的好评，宣道堂也录制了一支属于我们的 PPAP， 让我们一同来观赏。PPAP Bible pray. 是的，让我们不忘灵修生活，继续每一天 pray, praise and read the Bible。今天的家训报告就到这里为止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，愿神祝福大家。